国际新闻同齐关心以色列和黎巴嫩即马关系紧张，所以真侪国家拢已经提出撤侨的行动。除了美国，伫最近已经撤离900人，中国嘛陆续安排两梯要撤离200多人。中国的外交部昨昏在记者会顶关又搁特别强调讲，因的名单内底有一个台湾人。以色列甲黎巴嫩冲突严重，包括塞尔维亚、法国、巴西等国家拢已经撤侨。最近有差不多900位美国公民甲家属坐班机离开黎巴嫩。美国国务院希望双方用外交方法解决。We support Israel's efforts to degrade Hezbollah's capability, but yes, ultimately we do want to see a diplomatic resolution. 中国也安排两梯次用包机甲船撤离215位中国公民。新厦门轮就接到撤侨的通知，就随去贝鲁特港载人。真侪人因为总算会当回去，心内正激动，手内握着国旗。因为确认我们是个中国船之后，才允许我们进港，而且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上面都有武装直升机在盘旋。不过，在中国外交部的特地名单内面，一个特别讲有几位是台湾同胞，和大家在讨论。共215位中国公民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，从黎巴嫩安全撤离。其中包括3位香港居民和1位台湾同胞。一个 identity 一起测，对 ，Chinese identity 测。之前我就知道 motherland， 我们 motherland 就是中国。咱外交部证实，这位姓谢的查甫人其实是咱国国人，不过伫咧路过黎巴嫩期间，并无甲咱做出联络。批评中国趁着撤侨的时阵，矮化咱国的国家地位。明仔在双十节，总统赖清德将会第一遍发表国庆演讲，两华论述，是毋是搁再讲到祖国论，正受注意？记者综合报道。